叫做讲是咱新农大地，新农大地是甲咱所有农民、做田人啊上好的一个守护神。咱五家庄又搁是咱东沙河生命之河的中下游，所以讲你这么优质的水，甲这么好的一个啊土地来栽培咱的五农米、甲有机米，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成果。甚至咱伫日本引进由咱农会来辅导的咱五家弄田迄方面，嘛得到非常高的评价。咱五家乡的米是咱全国十大好米之一。咱顶年咱五家乡的彭农诶彭农斋嘛，搁得到咱的神农奖，代表的就是咱五家乡对农业这片的努力，甲受到咱新农大地的照顾，咱对咱五家乡的农特产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所以讲，咱借着这届中秋节晚会，甲金德宫共同来办理，就是要来推广咱在地的农特产，予咱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乡亲会当了解。五家除了好佚佗，除了景观水以外，伊的农特产又搁安全、卫生、够营养。而且邀请咱所有的乡亲，伫九月二日暗时六点进前，就进来咱五家寮金德宫边仔皇国物业的入口处，上万台抢无位哦。因为每年的中秋晚会拢相当的侪人，所以讲伫遮啊邀请咱所有乡亲买来爱趁早，楼顶就楼骹，阿母就阿爸，六点进前，九月二日六点进前。